心五重奏。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收看由书本超级金牌产品所特约呈现的泡一泡闹一闹。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楼上楼下都坐满了人。哎，是是是是是，好，我们立刻呢就要开始这个游戏啊。对，这个游戏大家已经看过，应该很容易玩。对对对，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些惩罚的东西呢，有时候要换一换。我们今天有换了一个泥浆水啊。泥浆，哎，对。那么我们当然有粉，有黑水，然后还有一个表演台。哎，是是是，好，马上为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好，介绍我们今天参赛的两支队伍，来为大家介绍 A 队的是洪淑玲。杨伟毅 ，B 队的是杨维杰、李新月。好，那么按照刚才我们抽签的结果呢，是 B 队先开始。我们有十个信封，请谁负责去那边被罚的来？啊、哦，都是两个男士，两个勇士啊、哦。好，来 B 队既然先开始，请 B 队选题目。一号。一号。即将在第八播道播出的电影《杂牌军》，其中一位本地演员是谁？梁志强。耶、yeah, ，答对了。是谁讲？郭富城啊。好，来 A。二号。二号，叔父的儿子是你的什么兄弟？叔父的儿子是你的什么兄弟？五秒。哦，时间到。堂兄弟，对不起。好 ，A 要被罚黄色的。预备，音乐开始。黄色的。各位朋友，这个呢就是泥浆水了哈，准备好了没有？请便吧啊，你必须要躺下去。躺下去啊！来，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哎呀呀！好，继续来。继续。三号。三号，三号，最早在婚礼中交换戒指的是哪一国人？尼泊尔。尼泊尔太远了，埃及答错了。青色、绿色的。来，开始音乐。生活的特效药只有一种。能治疗你的悲痛。Congratulations， 黑水啊，下去吧。哎呦，黑海啊。鼓励鼓励啊 ，Very good， 精神可嘉。来，黄四号，四号，芭蕾舞曲《天鹅湖》的作曲人是谁？时间到，柴可夫斯基，啊、黄色，音乐开始。我的方法有些人是不懂，而我刚好就拥有好几种。嘿呦嘿呦，好，非常不错，那个是面粉啊。面粉，好，来，麻烦你下去印一下啊。这个泡一泡，冲一冲。哎，这个不错。好，来来，哇，不错不错，哎呀，掌声鼓励鼓励鼓励一下来。来，几号？五号，五号，哇！你们按次序来了。上课的时候，小明放了一个屁，噗！请问谁最先知道？小明。小明答对了，哇！几号？六号。六号，五个小孩在五分钟内吃完五个苹果，请问要在二十五分钟内吃完二十五个苹果，需要多少个小孩？五个。五个。答对了，哦，几号？七号。七号，歇后语，老公摇伞，老公公摇扇子，歇后语。哦，老公公。绿色的 stand by 啊。好，音乐开始。你可以感染到搞笑行动，搞笑行动，全场闹哄哄。Body Farm， 这是保利龙，哎呦，哎呦，小心你的头，哎呦，蛮舒服的。好，
三个信封，八九十。八。八号，猜字谜，一口吃掉牛尾巴，猜一个字。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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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盐很咸啊，盐。告别的告，牛吗？尾巴拿掉吗？黄色的。音乐开始。他背上冷冻，让世界只留下欢乐和轻松。搞笑行动，为欢笑播种。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因为你后面已经湿了，所以再做没有意思。我想希望你铺在下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也可以，也可以，已经下去了，已经下去了。你过来干嘛？所以人呢、啊、不可以鸡婆，你看我鸡婆过去就中了，你看。好，好，来，再来，继续，继续来。九号。九号，电视剧《红尘独舞》几月几号开始播映？二十九号。几月几号？三十九号。十一月。好，他又比了，他又比，对对对，就是这个月二十九号，十一月二十九号就是今天晚上，算他对。耶、yeah.。最后一题了，没有得选了啊！第十题，电视剧《双天至尊》，哪一位新广演员饰演龙庭光？周厚任。谁？周厚任，他刚才有讲朱厚任，对了，算他对了，哎，还好，好了，我们十题都问完了，我们来看看他们总结他们两队的分数啊，你们可以下来，来下来下来，对对，我们来看看一下他们的分数呢，是600分 ，A 队 ，B 队是900分啊，好，那么由于两队啊都有被罚，两队又有被罚，赞助商很慷慨，每一队都加多200块钱给他们。耶、谢谢。所以总数是 A 队800 ，B 队1100，恭喜他们。耶耶耶！这个以上的奖金跟奖品呢，都是由呢 Super 超级金牌产品啊所特约的提供跟呈现的。嗯，好，各位朋友，我们稍后再见。欢迎收看由新加坡标准与工业研究院特约呈现安全标志 Talk Show。这个我阿伯在过去一些 office politics 里面、啊、不是有介绍很多这个老板最怕请的这些员工咯。其实不要说到在 office 了，各行各业的老板最怕请一种职员、啊、哎呦，你都不懂，请了之后真的会吐血。我演给你看。阿强，哎，来了来了，阿强，哎呦呦呦呦呦，我是看你最近对我很有礼貌，虚心向学，不耻下问，所以呢，我今天给你机会发挥一下，你就炒我们阿伯最出名的这个辣椒螃蟹，不错了，我会了了，好，试试看那个味道，呦呦。不错了，不错，我尝尝。怎么样？哇，这个味道真不错，错的不得了，不错。我用照你的方法煮吗？没有错吗？你就是没有观察，你没有特别的注意。再来一次。放下去。放螃蟹。先放螃蟹。辣椒。辣椒。青菜。青菜。烤五下。六下可以吗？六下味道就不一样了。哦，真的好。1、2、3、4、5。stop。哎呦，有。翻两下。翻两下哈。1、2。有。然后摇三下。1、2、3。就看那个味道。有。哇，good。哎呀，哇。Perfect！ 我把你的 standard 了。
所以啦，你看是不是要记得五下哈，翻两下哈，摇三下。哎呀呀，我会了。还有，哎，还有吗？最重要，用这个炉要很小心。炉啊，是不是跟火候有关系？对，火候当然跟炉有关系。炉本身要有一个好的炉，而且一定要选那个炉上面有一个安全标志的炉。不要安全标志不可以吗？不要安全标志炉就太危险了，万一爆炸啦，起火出问题啦，用的人不是有生命的危险？难怪你啊这么安全的，炒了那么多年的没事啊！有，我都学会了。哎，那我出去一下，谢谢。有。所以啊，你找到这种年轻人会听话的就最好，你什么都教他，你心就很凉了。有。来啊，阿强出丑啊！阿强出丑啊！来，阿强出丑啊！阿强啊！什么阿娇出草？明明是阿肥出草，怎么阿娇出草？我都学会了，哈，阿肥出草，是不是？炒五下，是不是？然后呢，再摇了两下，是不是？再出弄三下，对不对？还有那个这个火炉，它有那个安全标志，对不对？我通通都会了吗？我通通都会了吗？还跟你们阿娇出草啊？阿娇出草。气呀、啊！你看呐、啊，你看呐、啊，请到这种员工，是不是很气？有。有。哎，我这个阿辉在 Office Politics 不是介绍很多老板最怕的员工了？哎，还有其中一种啊，就是那种啊，很会跟公司 claim 钱的这个员工，老板最怕，不管是大事小事，可以 claim 他一定 claim， 这种叫 Office Claim King。你看看，我碰过这样的了。老板，你有空吗？做什么？没有，想你看一下这个钱，我要 claim 啦。claim 什么钱？那天你叫我做一个 project 咯，因为我就做梦，老板吓了一跳啊！哎呦，什么叫你收一包小点东西 claim 那么多啊？对了，老板你要快嘛，快我就只好这样咯。什么 transport 20块交通？没有办法，你要快我一定要坐 taxi 吗？我坐 bus 不是很迟咯，所以就坐 taxi 20块。要，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坐过17块，你坐20块，我 on call 多3块咯。要 on call 啊？没有 on call 的话，在楼下等到天亮了。啊，还有这个什么 umbrella 雨伞5块。哎呀，我应该刚下 taxi 哈，就下大雨， taxi 走了，车也不能进去吗？那我怕我自己被淋到雨，不是买了一把雨伞哦？我买雨伞是为公司好啊，要不然我生病的话，我拿 MC 啊，又要看医生啊，浪费公司更多钱嘛，你说对不对？那雨伞是你用的吗？是你的吗？雨伞有了，我拿来公司了啦，以后谁要用都可以拿，这是公共的雨伞。哇，你们呢？每天呢，有没有事拿雨伞走来走去？这个什么雨伞下来，这个说鞋子啊，15块。老板，那天下雨，我的穿布鞋湿掉了，湿掉不换的话，我这个脚容易中香港脚。我一中香港脚的话呢，等一下我要去看医生，又要花公司的钱吗？对，所以我就忍痛啊，就买了一双鞋了。这个是为这个 project 而买的，不然我不会买的吗？那鞋子是你的吗？我的是啊，可是我是为这个 project 而穿的吗？鞋子在哪里？在这边哦。你的吗？你穿了吗？我脱了，这样大家要穿都可以了，因为你要穿都可以了。有，听着，每天有事没事跟我穿鞋，你呀、啊，女的也要穿，带上色纸在前面。有气呀、啊！哇，鞋子下面这个是什么？裤子啊！老板，那天下雨很滑，我就摔了一跤，我裤就摔破，我不能够穿破裤去见 client 吗？对不对？我就买了一件裤，我是因为这个 project 才买这件裤的，你知不知道？你买这件裤是、啊、穿在你身上，你的咯。我的，好了，我脱了，就是公司的好不好？哎呀，一件裤而已。还有，听着，每天跟我穿呢、啊。有事没事穿走来走去，我看都赶紧。哇，有气啊！哇，这个什么5毛咖啡？老板，下雨很冷啊，我喝杯咖啡取暖总该可以吧？对，哇，还有这个，两毛是什么？2毛是去呆乐啦。那个咖啡肚子不舒服上呆乐咯。你以为我不知道？呆乐1毛，你以为我不知道？还有1毛是买大便纸啦。我怎么懂？你用的嘛，是你用的嘛。好了，你要我可以塞干再拿回来给你哦。要要要要，
哎，这个我说了很多，哎，老板最怕请的员工哟，哎，我现在跟你们谈谈呢，员工最怕的老板哟，一种老板哦，哇，很吝啬，很省钱，什么钱都不敢花的，可是这样没有用，他没有照顾到员工的福利哟哟，又没有照顾到员工的安全哟哟哟，我以前在一个 office 就碰过这样的老板，我演给你看哟哟哟。老板啊，你说老板，这个哎，我们那个 meeting room 哦，开会房间冷气坏了，很热哟。哦，那你的意思是？能不能哦，买一个电风扇，因为冷气不能修理。哦，不用买啊，我家有啊，省钱嘛。哟哟，他家有省钱哟。哎，老板，来，这个好。老板，这个是这个都没有安全标志，老板不用。哎呀，不用什么安全标志的啦，不是我家用了十几年都很安全嘛，还什么安全标志？不是我知道现在市面上啊有17种的电器哦，都有这个安全标志哦，这样用起来比较安全啊，好像那个什么啊洗衣机啊，这个冰箱啊，电风扇啊，冷气机啊，饭锅啊，还有这个电炉啊。你怎么那么怕死啊？什么安全标志？以前我们没安全标志还不是这样子？哎呀，不用担心啦，你呀，不会那么摔的啦。哎呀，老板啊，万一我摔的话怎么办？老板，那个摔不会来找你的，相信我了。去了去了去了，赶紧去开会了。哎呀，怕死什么？万一我摔，有。摔倒了没有安全标志的风扇，不可能的，我去试试看啊。摔被摔到了，有没有？老板，你买的电器没有安全标志吗？不要再讲了，还不赶快去买有安全标志的电器！听到没有？买电器要买有安全标志的。有日本漆Nippon Paint特约呈现，气势如虹，我大家耶！真的，整个的气势不一样。是，这个是气势如虹，油漆的漆。哎，对，我们这个游戏进行过这个2期，今天是第3期了啊！对，很快，很快。照样为大家介绍这一期的参赛队伍，来 ，A 队的是杨雪英、徐火来。按一下，好，操作正常。B 队是邝顺林、黄淑君，按一下，好，操作正常。那么同样的，我们有10个题目，我请志祥发问题。志祥说开始，你们就抢答啊。哎，准备好了没有？第一个问题，最近哪一位中国女演员荣获双料影后大奖？开始。哦，男主。巩俐。啊？巩俐。巩俐。预备，按。好，可以随时停。好，噔。100块钱，对。好啊，第二题。不然，如果你获得50块的话，你就要巩俐啊。好，请问华盛顿在哪里？美国。对不起，我还没有讲开始，所以这个机会呢就让给他了。对不起。来，预备，开始，来，回答。美国，好，来，算是你的，好，来，算是你的，快点。哇！300块钱，好，第3题，好，志祥问完之后呢，我会比一个动作。当我的动作停，就是你们要抢答。我不讲开始了，这个是 special 的啊。问完了，看我的动作，我停你才可以讲。好，预备。一般新鲜的鱼，鱼鳃是什么颜色？男主，红色。啊？红色。红色，答对了。来，
好，你的。好，我们这个红组好像还没有开张上啊。有开张了，有开张了。好来，请告诉我，狗能不能分辨颜色？开始。蓝组。不能。不能答。对了。来，按。又一千了。本来是中了你，他跑掉了，吓了一跳。第几题？好，现在是第五题。看动作。黑色加白色变什么颜色？蓝组。灰色。啊？灰色。灰色，答对了。好，来按。三百，下面。三百，那里哦，这个三百哈。OK， 我们来试试看看 A 队的是操作正常吗？对对，你操作正常，那就好了。那表示你什么没有亮？对，表示你速度慢了，所以你要准。抢答另外一边就亮了。OK， 来第几题？请问昨天的大后天是明天的什么日子？安娜，你们要讲开始。开始。啊，对了。前天。前天答错。哎呀。男主要不要试试看？要不要试试看？你要的话，来对着麦讲。好，对着麦讲。明天，答对了。哈哈，奖金是一半，如果你对的话，来。产品不必一半，全部给你。啊，一半的话就是哪一个桶你要吗？啊，好，第几题？第七题。第七题。蜜蜂的窝是什么形状的格子构成的？开始。好，红组来。圆形。赶快补。好，给你个机会。六角形。六角形，答对了。我是给你个机会啊。蜜蜂的窝圆形，哦哟。你一定会没有。来按一下。一百。对不起，一百，可是有这个卡通。照样给他。但是不能够三次哦，这是第一次有卡通的。OK， 好，第八题，在《红楼梦》这本小说里，怡红公子是什么人？开始，红组来，开始。哦，你按了，给他回答哈。哇，厉害啊！你真厉害啊，你啊。贾宝玉。贾宝玉，答对了。哇。好，按。动。第九题，好看动作了啊！电视剧《天机风云》几月几号开始播映？12月2号。12月2号，答对了。来，100，不错了。香港电视剧《巨人》就是那个的男主角是哪一位演员？开始。好，红组。万梓良。答对了。哦，来看你的机会。掉。300。All right。哇，今天他们好紧张哦。对，我们来看看一下他们的总分呢获得来。红组呢是获得900元 ，A 队获得900元 ，B 队呢就是蓝组呢获得2100元。那么以上的奖金跟这个产品都是由日本企 Nippon Paint 所提供的。对。那么在这里我们想发出呢家庭观众的这个问题，我们请一名来发出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家庭观众问题是这样的。开心五重奏星期一现场游戏气势如虹夺大奖是什么赞助商赞助的？
那么观众朋友，如果你会回答，马上把答案写了寄来以下的地址 Nippon Paint Singapore Company Private Limited 一号 First Lok Yang Road Jurong 新加坡2262邮区。好，我们的答案就马上把它寄到那个地址，然后我们在最后一期呢会来一个大抽奖，抽到的幸运观众将可以享受日本免费游。哎，对对对，好，那么各位朋友，这一期呢由日本机 Nippon Paint 所特约呈现的气势如虹夺大奖呢就到这里为止，我们稍后再见。双天至尊里有严坤，我们有严阿坤；双天至尊里有龙庭光，我们呢有龙光光；双天至尊里有方哥，我们也有辉哥。双天至尊搞笑版，没错，快起来！在双天至尊里，严坤逃狱，三两下功夫就逃得无影无踪。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警卫没有追他？根据我们多方面的研究，我们假设呢，原因有以下：也许是警卫睡着了，所以严坤呢很轻易的就可以逃跑，他爱怎么跑就怎么跑；也或许是警卫都在赌博，感觉不到他逃跑。严坤呢逃跑的时候呢，也许碰到的警卫呢都是瞎眼的。我要你背着《三国演义》背熟。在双天至尊里，严坤顺应儿子阿飞，非常的成功。差点烟，再来，第五回三英战吕布，错，第二七回过五关斩六将，继续。学了几招之后，阿飞呢就会了。错，这是我们阿飞就不一样。Oops！ 你这个大笨猪！龙庭光和严坤决一死战。场面震撼人心，高手过招不简单，颤抖的肌肉，神乎其技的手法，开始，现在让他邀请今晚的赌王，来自珊瑚岛的龙光光。龙光光，可能你们不非常认识我，我大哥龙庭光你应该非常认识了，我是珊瑚岛的赌王之王，叫做赌圣。听说今天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要来跟我们这里一较高低，
把那个什么家伙给叫出来看看。再邀请我们今晚的赌后梁婆婆。没有笑过，很好笑。有个什么好笑的？各位大家好，我又来了。梁婆婆，梁婆婆是吧？梁婆婆，你也有资格来到我们珊瑚岛来参加这个赌王大赛啊！我也很喜欢赌的，有空我就玩两手啊！我很会玩的。你会什么？我会那个炸米鸡。Stop！ 我看看干嘛？好像没。炸米鸡呀！要我加多两只整鸡鸡要不要？不要乱讲话，你好好告诉我你会赌什么。我可以不要整鸡鸡，我会玩啊，低杆。好了，低杆也好笑。哎，老太婆，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跟你讲，你会赌低杆？嘿嘿，等一下我拿两个生杆塞你的嘴。啊，你跟我讲，你到底会赌什么？你讲。我很会赌的，很多东西我都会的。闲话少说，不要说我们欺负你，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等一下人家会怪我们。你还是回去吧。是，谁跟你讲我是单枪匹马？我其实我也是有 gang 的 ，OK？ 你要不要看我的 gang 啊？我。你要不要看？叫出来，就叫他们出来。喂喂。找了这几个来，人家听不懂，还以为是来动物园呢。你别乱讲话，我跟你讲啊。你到底会赌什么？你到底会赌什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能我们可以来玩纸牌看看。哦，跟我龙光光玩纸牌，太笑话了。我哪里会亲自动手？好，既然你要玩，我给你奉陪，把我的大徒弟请出来。有请大师兄。看到没有？是什么人来的？这是我的大徒弟。他是不是瞎子啊？你不要乱讲话。不是。等一下，我们随便解决你就知道啊。OK。来，简单露两手给他看。看到没有？老太婆，这乃雕虫小技。弄点高级一点的，高级一点的，高级的。看，单手开个牌子，再来，嘿嘿，来给他这个单手洗牌，详细看一看。你看，单手洗牌，把牌切割塞在里面，转一转，好。这个不厉害。现在呢，给你看看我这个大徒弟的看家本领，来。看到没有？好，好，好，看到没有？老太婆，其实我也是会的。哦，没有什么大不了。没问题，来，你就到我们赌场再去看一看，好吧？哎，他刚才玩那个，我也是可以的，你看看啊。天女散花还是婆婆散花啊？真正的在这边呢，那个只是 warming up 而已啊，看看一下啊。好，你看前面，好一点。别人玩牌你说好，你吃里扒外啊你！哎呀，我就说了，这个不同意的，先救他，你知不知道？是啊，厉害啊！哇！杨伯伯，你竟敢在我上
算出千，你不想活了你啊？啊？你想怎么样嘛？你叫我去。好，好，你还有什么本事刷出来？你还要干什么？你有什么本事？我还有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是看。我一气起来，我就把它吃掉。我还可以把它变回去啊！你老是讲他好是不是？你再看前面，你好什么你？好好好。不要再跟我玩什么把戏，今天我们就是赌王大赛，我们好好的比一比。OK， 好好的比一比。来，退下。要比什么？要比什么？比什么？我们当然比牌桌上的东西，就比这个比大小。大小啊！好。会，听好好。我调动三次，一、二、三。猜大还是小？我猜到了，年龄大，耳朵可能聋了吧？啊，是小，小。小，错了，这个是大，这个是大的，我赌骰子大，我不是赌。你有跟我比？你要赌大还是小？开玩笑，连小孩都知道这么大的东西难道会小吗？大大。你要比这个是不是？退下，好，把我们的家传单拿出来。哎，你这个是不是鸟笼啊？你要比大小，现在来比大小吧。我看啊，这么大，一定是大老虎。大，一起讲大，一二三，大。好，大是不是？我们开。不能开啊！既然你说我们玩这，我们好好的玩一玩，我们在牌上赌牌。赌牌。嗯。来，今天要给你好好的颜色看，什么叫做珊瑚岛的赌王。看到我们的美女出场没有？来，宝贝儿，好好的分牌。看。来。拿300万过去。三百万是阴狮子吗？你眼睛瞎还是耳朵聋？你不会看啊！300万在那里。300万就这样下去了。好。我跟。你跟。慢着，300万的东西你有办法跟？我当然有办法跟。好。跟什么？跟一毛。你跟我搞什么玩笑？我还没有讲完呢。一毛之外，我还要加多一个特别的。放。一个元宝。这个价值大概有200万至少。来，试看那个元宝是真的还是 plastic 的。
又。好吧，分牌。你要跟是不是？嗯。再把多300万追过去，多300万，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好，我跟。来，你不要再跟我1毛3毛的啊！我放树根。啊，不可以哦！你今年贵庚？跟你开玩笑的。好，来放下去吧。是当年秦始皇坐在这边看电视，然后就传给溥仪坐在这边打牌，那个屁股的印还在这里很清楚。这是价值连城的沙发，开玩笑，打底2000万美金的，怎么样？嗯，好，我也一样跟，来，你，老太婆，你要来这里看病啊？我在慈禧太后睡过，我慈禧太后的屁股在这边啊，背在这边，头在这边，脚在这边啊，然后武则天也翻过啊，价值大概也有2000万啊，反正大家输大奖的嘛。不要讲那么多，我们来赌，到底他们会不会听你的话？你讲什么话？不是，我是说这个不可以乱赌，不可以烂赌，要好好的做人，对不对？哎呦，吓死我了！好，我们掌声来谢谢梁伯伯。难得梁伯伯能够再次跟我们在节目中见面啊！哎。这个有一个消息，非常好的消息要报告一下。每个礼拜六，我们不是有一个 super 超级幸运之夜吗？对，这个礼拜六很好看哦。是，听说是半决赛啊。对呀，美女如云哦。梁志强跟林一鸣主持的。哎呀，你喜欢看他们呢？喜欢看。所以啊，拜六记得扭开电视机，第8播到8:30。
看这个由 Super 这个所产品所特约呈现的 Super 超级幸运之夜这个节目。对对对对，记得8:30看哦，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拜音的时候。对对对，当然除了看拜音呢，每一天的节目都要看，这样才公平嘛，对不对？是是是是，好，各位朋友不要忘记了，在下个星期继续收看我们的搞笑行动。小药只有一种，只有你能治疗你的悲痛。嘿哦嘿哦，请别介意我装傻扮疯。嘿哦，这只不过是一种搞笑行动。哇，有我水，快乐的方法有些人是不懂，而我刚好只拥有好几种。嘿哦嘿哦，靠近我的方法。